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天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台湾含别流香槟旅游计划，新历四月初一就要正式起步。某人可能会计划要去蜜月旅行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介绍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蜜。蜜月蜜，蜜本来是讲菜花内底物质作为甜汁，人讲花蜜，卖当粉看讲是甜甲蜜，亲像遮尼啊甜的物件，或者是糖果，卖当讲是亲像蜜汁同款遮尼啊甘甜，足美好的代志。像咱讲蜜月旅行，甜蜜，卖当讲是用糖或者是蜜去生的物件。像讲梅啊，蜜了有头，代表讲梅啊死了有一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糖甘蜜甜，这两个词拢是形容讲我尼啊甜，我尼啊好。头一个词代表讲是足甜蜜的感觉，足幸福。第二个词读作甜言蜜语，代表讲好听话，亲像蜜同款遮尼啊甜。意思要话甘言蜜语，也够嘴甜嘴骨。但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因两个人即马当咧行，当咧恋爱，讲话讲甲糖甘蜜甜，讲一挂甜言蜜语，这嘛是足时尚的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蜜提供予大家参考。